各位长辈，大家高赞，大家好哈！我今仔真正欢喜哈，有这个机会来交大家分享阮所做嘅这个一寡经验啦哈。啊，其实阮即摆这题目，阮今仔两个讲嘅这题目，拢交咱生活上拢足有关系哈。啊，这蔬菜加果子采收了的保鲜吼，我有做一点仔试验吼，啊，交农民也有一寡即交换的经验。啊，今仔日我来遮，来向各位简单的报告吼。啊，来，吼，咱逐天无论你家己种的菜，还是讲咱买来的菜吼，新鲜的菜，咱都爱趁新鲜的时阵紧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这菜，你若讲愈啃吼，伊会愈变作安那。营养分也较无，啊，搁藏久一定也是会歹吼。咱会知影讲，这一个食物，一丛食物吼，你若有菌的时阵，伊是会当踮咧土，会当吸收啥？吸收土壤的水分甲养分吼，啊，伊的叶啊会当按怎进行迄个光合作用，伊会吸收即个二氧化碳啊，甲迄个氧迄个。也进行光合作用，啊，就借着啥养分，哦，啊，不过你若甲咱讲，咱即摆若菜，啊是果子，你若甲拌掉了后，吼，伊就拌掉了后，伊就安那，无阁吸收咯，无阁继续吸收，吼，啊，所以伊阁是活的啊，伊要继续伊的生活，吼，伊就只好安那消耗伊本来存在的这个养分，所以物件愈放的安那。会愈来愈无甜吼，啊，成分会愈来愈无好，对无吼？所以咱有这个观念了吼，哦，所以讲咱按算都爱来物件趁新鲜来吃吼，啊，无就爱当保鲜，啊，物件放久吼，一定会安怎会歹去吼，伊就养分就无好，一定会歹去啊，歹去就安怎怕酸吼，啊，所以咱这不管是咱还是农民吼，辛辛苦苦种的物件吼，咱都爱安怎甲。爱惜啊，咱就来个享用吼，啊，唔通讲吼怕算去吼，啊，所以今仔咱会当来讲一寡遮阮的经验啊，有一寡大概有一寡概念吼，讲咱安怎来做这个保鲜吼。啊，你有当买两个物件，你摕去冰箱，吼，放远的放久了后，你会发现讲，我这番薯叶那心煞乌去。啊，高赞塔这個心也变乌去，啊，有当小黄瓜吼，哇，会生迄敢若迄白菇对无？是毋是我的冰箱歹去？毋是，这就是讲吼，因为咱无了解伊的性质吼，因为一寡蔬菜果子，每一款的蔬菜果子吼，伊有伊的性质，有的较惊寒，啊，有的惊热吼，啊，所以你着爱调一个伊适当的这温度吼，所以咱即摆来迄看一寡遮例子哈。啊，咱农民吼，辛辛苦苦生产的这个无论蔬菜果子吼，伊都要经过采收啊、洗哈、啊整理咯、包装啊、再运输哈、运输啊，然后吼这咱知影都爱，伊无法度家己，真少讲家己摕去卖，为着搁经过小盘、大盘哈，啊最后甲再销去到，互咱消费者。啊，这中间吼，这个过程吼，伊的损失足多吼，各方面的损失，有的是迄重量减少，啊，有的就是歹去哦，你着爱整理吼。所以咱会当讲，这中间吼，你若无好好甲处理吼，伊的损失吼，根据阮的这个统计吼，损失有当时啊。25%至30%吼，所以你看100斤菜吼，100斤的菜，你最后才有通卖70斤吼，还是75斤，安尼会当讲许减足侪收入啦吼。所以这个采收吼了后的这个处理吼，实在是有需要重视。啊，不过吼，咱台湾大家就讲啊，因为台湾短短啊嘛吼，这连伊都运到了吼，所以。真侪人拢无去重视吼，啊！不过你若采收了后，你若会当做好吼，会当保鲜，还是讲甲品质顾好吼，即会当互足侪人会当食着搁较好诶物件，啊，品质搁较好吼。
吼，啊，咱看这张发，这张卡通吼，就是讲，其实这个咱无论蔬菜、果子吼，采收了，伊是安怎？伊是活的哦，唔通讲计是伊是，伊是慢了，伊就死了，唔是哦，伊是活的，所以伊继续，伊是活跳跳，伊还可以安怎呼吸？哦，呼吸伊就是原来搁咧喘气吼，啊会当伊喘气有当会发烧吼，发烧，所以你有当要。一人菜吼，有当内底你甲试看来，有内底烧滚滚吼，迄就是伊呼吸发生的产生的热量吼。啊，伊嘛会吸水吼，产生个，伊嘛咱即几阵诶几日前办的吼，哇，伊即安那会冷气吼，会冷气啊，有诶甚至较久吼，伊即几个一号一号黄去哦吼，即就是有遮现象吼，啊，搁有诶。啊，若伫咧远诶，就有得病吼，还是讲咱空气中吼足侪细菌诶吼，足侪细菌吼，你若无定时吼，有呾去细菌去接触着吼，伊就会得病哦，就会发霉啊，啥物即现象吼。最后吼，原来是死翘翘吼。哦，所以吼，就是讲伊是有性命诶哦，毋是讲哦，你物件摕来啊，买来我著甲放咧冰箱诶，啊，就。无要紧，放偌久，啊，实在是唔通有即款观，得爱有迄、咱得爱知影讲伊是活的吼，啊，伊有一定的性命吼，啊，咱得爱了解伊的性质，啊，再来安怎，甲好好来甲保鲜吼。啊，所以有遮问题吼，所以咱今仔日吼，想要甲各位介绍个讲，即采收了吼，蔬菜、果子采收了，伊有一寡生理的变化。交咱同款，伊有生理的变化，所以讲啊，咱的呼吸啊，咱有当会酸啊，有当会迄个按来一寡现象，即食物原来是有这个现象吼，咱看来了解一下吼，啊，佮有这个咱安全的来佮处理吼，啊，佮包装吼，啊，做一寡迄个蔬果的保鲜，爱注意伊啥物点吼，好，啊，咱采收了，我头先讲就是讲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吼。要处理就是讲减少伊吼诶损失，减少伊诶损失。你若讲为生产者，啊是甲即消费者即中间吼，你若会当讲好好处理吼，你就袂损失较侪吼。袂讲啊一百斤啊，袂啊最后剩会当摕七十斤诶钱安尼啊吼。咱会当摕九十斤诶钱嘛较好，减少伊诶损失。减少损失就是增加生产，对无？你看农民有当讲哦，我要去找啥物种吼来迄个高产量的种吼，啊，毋过你要找迄个高产量的种吼，有当嘛无遐容易。啊，毋过你若讲无好好处理，一下就损失30%、20%，你个啊若生产要增加生产嘛无遐容吼。所以减少损失吼，就是迄款增加生产吼，啊，佮延缓伊的老化，佮维持品质吼，会晓做保鲜处理吼，你就。让它不会那么快就变坏去，啊，它的品质就较好，品质就较好，吃起来你也较有营养，较有价值，啊，还可以扩大供应范围，就是说你如果可以好好处理，像有南部生产的菜，如果南部莲雾较多嘛，咱北部无莲雾，啊，不过你如果会晓讲把这个莲雾好好保鲜啊，送去甲咱台北，哦，啊，佫足新鲜，袂计少。有一斤有人讲卖80块、100块吼，即就是讲伊会当安尼做啊保鲜保啊足好诶吼，即就是伊诶技术吼，会当扩大迄个供应诶范围吼。啊，像讲有当咱台湾诶奶汁，哦，会当销到加拿大吼，即就是讲你即拢着爱做保鲜吼，若无保鲜的话。无法度讲，迄个送去遮远的所在吼。啊，接下来做品质吼，咱讲蔬菜、果子的品质吼，除了讲外观，哦，即外观菜拢，咱若讲叶菜，哦，叶菜一定啊，即叶啊呢，大家拢起跳跳，啊，足水的安尼吼。啊，若苹果咯，啥，你着爱有伊的适当的即色吼，吼外观着爱水。啊，甲组织吼，组织就是讲。有的菜就刮去了吼，你若讲啊，迄个啥物，尤其迄韭菜花，咱知影韭菜花足紧就刮去，所以咱有当去妈妈去买菜，伊就会去动啊看，一有的刮去，真紧就刮去了吼。啊，若芹菜咯，即拢计有这个现象。啊，竹笋，尤其竹笋，竹笋就安有的迄头就刮，哦，迄个
话妈妈就讲，叫迄个卖人，人你就甲写写，迄歌我卖吼吼，安尼吼，即就是伊的组织吼。啊，甲风味吼，风味就是讲有一定的芳味啊啥。你若讲啊，迄味已经有变味哦，迄种品质不好吼。啊，营养价值，营养价值就是讲，咱要食这蔬菜果子，就是有伊的营养啊，维他命 C 咯，啊，这诶糖分咯，这。物件吼，啊，不过你若讲无新鲜吼，哇，维他命 C 咧下降足紧的吼，啊，即个伊就营养价值的丧失就无好吼，啊，安全度就是讲吼，足惊讲咱的即安全度上，就是讲有诶有农药残农药残毒啦，啊是讲有诶啥物喷一寡啥物荷尔蒙咯，即些吼，即款物件买来，咱就感觉讲，嗯，即品质无好吼，所以即就是讲，咱若要讲到品质。至少就爱考虑这几点吼，啊，所以咱的这个保鲜吼，我那就爱注意下。好，啊，咱即摆就讲，一寡蔬菜果子吼，活的嘛吼，所以伊采收了吼，有一寡现象，就是伊继续咧进行伊的呼吸作用，就是喘气嘛吼，啊，蒸散就是讲哇，水分吼伊。好，即看咱的一点一点来讲吼，蒸散作用啊，个乙烯这个物件吼，是一款气体，大家捌听过无？捌听过？唔捌听过的人举手。乙烯哦，足侪人唔知吼，这是20世纪吼发现的哦。啊，其实吼，这个乙烯这气体吼是存在，即食物本身伊就是会产生的气体，较等下个来继续讲吼。啊，个成分的变化，就是讲糖分咯、哦，即酸度、水分啥拢会变吼。啊，个有会发芽、发根，咱看拢有即例子吼，互大家来参考吼。啊，即呼吸作用吼，呼吸作用就是交咱人共款，食物交咱人共款，拢得爱呼吸吼，呼吸伊才会安怎。才有迄个能量嘛吼，热量，所以呼吸是用啥？用糖分嘛，就是伊光合作用制造的迄光合作用制造的糖分吼，啊伊嘛是得爱氧气啊，伊原来咧呼吸氧气吼，啊然后产生水分加二氧化碳吼，啊加一个伊的热量吼，水分就是讲你看嘛吼，咱举个例子。哦，咱普通你看，这果子落下，你放咧塑胶袋，看完后落尾安怎？足侪水分，吼、哦，有足侪水嘛，吼、哦。这水就是安怎？伊呼吸产生的水分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有的菜，吼、哦，像讲你菜，若讲啊足侪安尼，甲稀稀做者，啊伊水分产生足侪，吼、哦，水分产生足侪，啊有的讲啊，我的菜吼，啊放咧这个塑胶袋啊包，吼，啊结果吼烂去，对无？啊，这就是讲伊水分吼接足侪，吼、哦。即内底拢足侪啥细菌哦，吼啊细菌就当内底繁殖啊，所以就会烂去吼。所以有当咱就讲啊，即塑胶的话，就加一下空，我迄水唔通接在咩内底吼。尤其迄即摆咱就啊超级市场咯，拢计爱买即小包装的菜吼。啊，阮甲讲，你唔通拢啊放迄无拍空吼，因为产生的水分接个内底吼，菜就足快歹吼。所以这就是安尼，啊，这呼吸作用吼，每一种蔬菜吼，伊的呼吸作用无同哦，吼，有会较紧，有会较慢，吼。啊，这二氧化碳吼，咱会当测起，会当测量讲伊偌侪量吼。啊，这你来看，阮有做过试验，讲小白菜，伫个20度吼，一公斤的小白菜吼，啊，一小时吼，伊会产生120mg的二氧化碳，吼。啊，若高丽菜吼。甘蓝就是高丽菜哈，高丽菜一公斤一小时哈，是35mg二氧化碳，所以小白菜加足紧哦，加超4倍对不？所以小白菜会啃的，小白菜跟高丽菜都一款较会啃的。高丽菜嘛，因为伊较慢吼，呼吸较慢，像敢那乌龟呼吸较慢，所以伊寿命足长的哈。好，所以就是安尼。啊，小白菜吼，伊呼吸较紧嘛吼。啊、所以咱若要迄、那个，要加这个保鲜吼，是讲咱安怎来加呼吸降低，吼、哦，伊就袂消耗能量较紧嘛，无咱糖连咪，哦，伊所以咱咧有诶许白菜就是一日落一休，一日落一休吼，伊、哦、就是消耗伊诶养分吼、哦，哦，这是呼吸作用吼、哦，然后
增散作用哈，增散作用就是讲，伊吼这个水分吼，以水蒸气的状态，就是讲，伊这叶啊哈，叶啊叶片哈，咱叶片有水孔有气孔哈，啊伊这水分就是按增散哈，增散是足自然的。那你一杯水坑的这食吼，一看嘛是水会一直增散到空气中哈，好，按那增散的结果，伊就按那吸。当就会失当嘛，水分啊就萎凋，常常安尼萎凋吼，啊就会变较嫩，迄气骨啊就较无切了吼，啊营养价值就降低吼，吼啊，但就是若要讲片面吼，安尼较紧就精神吼，咱会当甲包装吼，包装你若有包装吼，即阮的试验就是讲，即有用塑胶袋啊包装吼，塑胶袋啊包装伊就较袂安那失水的较。较无遐紧吼，伊就较保持，这是伫个五度一礼拜吼会进行。啊，这若讲诶无包装的吼，伊就安那，这是对照无包装的，伊就失水吼，变作足紧就黏去了吼。所以咱若要放咧冰箱的落下来，才咱会当安那甲包小包装起来吼，互伊的这个湿度较悬吼，伊就较袂遐紧就失水吼。哦，啊，这番麦嘛是吼，番麦你看，这有包装的甲无包装的吼，有包装的伊就啊个保持安尼较润吼，啊，这个就是打咯吼，伊的迄打打的经验吼。啊，乙烯吼，即摆就要讲这乙烯这是一种气体，伊的分子式就是 C2H4 以后是 S0 吼，这伫个20世纪诶，迄个发现一个。一个迄，他们杨博士因发现的这个吼，一款气体吼，啊，伊是一种植物荷尔蒙吼，一款食物的荷尔蒙。咱知影，咱其实吼，咱应该咧温只香蕉，香蕉普通拢计差不多7-8分熟，咱就甲采起来，啊，放咧香蕉茎吼，用迄个电头对无，冲水吼，哦啊，炒2-3天吼，这香蕉就温熟了。啊，其实迄电头吼，加这水吼，就是会产生这个乙烯，迄就是有这个乙烯吼。啊，这乙烯的也刺激吼，刺激伊的这个会后熟，伊的色哦，香蕉会变色吼，变色变黄啊，安尼伊就变较香较吼，伊就一寡生理的变化伊就出来了吼。啊，这个乙烯这气体吼，那这种情形咱就是有需要伊，啊，唔可以吼买刺激呼吸作用。啊，甲叶绿素吼，会破坏叶绿素，所以你若有乙烯滴的所在吼，哦，这迄个乙烯若悬吼，伊这叶啊足快黄去吼，叶绿素会分解，啊，甲产生离层，像所以产生离层，这叶啊吼，有当咱这秋天的时阵，迄叶子也落叶吼，迄就是参这叶啊，甲这个所在，伊这会促进这离层。吼，伊这离层，有当你吸一个，伊就落去吼。落叶就是有离层产生。啊，你即若有乙烯存在的时阵吼，迄叶啊，嘛是会较快落吼，较快落，就是即种经验。爱做一个纤维化，促进组织纤维化。迄参像讲，哦，竹笋的真快刮，啊是迄一寡迄个昆虫咯吼，爱较快刮吼。啊，引起生理障碍，就是讲有当有乙烯存在伤多的时阵吼，伊个内底有诶，像你讲胡萝卜内底起一点乌乌的点，啊是迄个芽菜吼，原来你若讲放伤久吼，伊原来一点，迄有诶毋是病，也毋是迄个啥物害吼，就是乙烯引起的障碍吼，或者生理障碍吼。啊，乙烯这个气体吼，就是讲。你有当需要伊，你若讲啊，咱香蕉要促进伊款许色，就有需要伊。啊，有当咱无需要伊。你若讲咱为台湾的香蕉要运到日本吼，要运到日本，啊，你若讲这中间乙烯，伊植物家己会产生乙，香蕉家己产生乙烯，啊，到日本了吼，哇，香蕉拢黄去了吼，啊，这黄去了时，伊就会一支就会落去了吼，所以就。歹吼，所以咱应该咱台湾迄阵青果合作社迄阵要销香蕉去日本吼，伊个每一个即个迄包装箱内底着爱藏一块迄啥乙烯吸收剂，甲伊产生的乙烯甲吸掉吼，啊吸掉吼，伊着袂遐紧着黄了嘛吼，啊咱若甲日本了迄落船了吼，咱再因再个另外用迄温香蕉的。
迄个方法去甲温，安尼伊个即个成熟度就较均匀吼，即就是即款种。所以以前即有当你需要的时阵吼，像讲啊，咱即个有当雪茄咯，啊是木瓜吼，要互伊。要好熟，要黄吼，咱就爱有意思。有的人就冲电头嘛，咱即摆台湾就是用电头在用上多吼。啊，即摆其实吼，意思有一款伊的发生器吼，就是讲一款机器，你甲酒精甲下落去吼，啊用迄个甲烧燃烧高温燃烧吼，伊原来产生意思吼。所以伊迄种的伊当计算迄浓度吼，意思的浓度要。控制偌济就偌济，所以因即摆有诶香蕉温啊足水诶，伊诶浓度控制、浓度啊甲温度拢控制好吼，伊诶即香蕉诶后熟得足均匀、真水吼。啊，若无需要即仪器诶时阵，咱着爱甲吸收吼。啊，吸收就是利用有一种即化学诶迄个物件吼，甲吸收伊诶氧化掉吼，伊着仪器着袂作用吼。哦，这是一个试验吼，这医师吼，唱高丽菜吼，对医师足敏感的哦，吼，吼，啊，你若讲，这阮这试验就是阮有做一个配这医师吼，配 ppm 一个 ppm 是百万分之一啦，吼，啊，所以这0.1的一点点的医师的浓度吼，放20度一礼拜吼，伊就予伊安尼。变做哈，叶啊就开始黄了吼，啊，那浓度愈高吼，伊就愈厉害吼，所以这个乙烯就是，伊会促进伊个安怎叶绿素分解啊，让伊老化去吼，啊，所以咱用个台湾诶有真侪一个迄迄个贩运商吼，伊就是因为风台期的时阵咱的这个蔬菜一定会欠嘛吼，啊，你若会晓储藏蔬菜的人吼，你若风台给再摕出来卖，一定安怎计小就好个呀。啊，所以有人就去做迄、那个要人咧冰库吼，冷藏库吼，要冰高丽菜。啊，伊入去做的时阵，伊也无问讲，你即间本来是冰啥吼，伊就。人诶，本来是冰下，冰冷五吼，冰冷五，冷五本来嘛足搞产生意思，啊，伊毋知影，伊就反正人清出来，啊，伊就甲下入去吼，啊，结果即迄个高丽菜冰无到一个月吼，哇，规个拢歹去吼，啊，即就是伊迄阵哦无了解啊，无了解讲即内底迄意思无，你应该着甲赶走吼，啊，咱才甲咱诶物件下入去吼，则无即意思诶作用，啊，后来。有研究出来吼，甲因讲哦，因即摆都会晓的，甲放乙烯吸收器，安尼伊就变了较会成功吼。好，啊，即我的试验吼，就是讲，即个有放乙烯吸收器的，你看我第一度吼，放65天两个月个吼，伊还佫会冻，还佫清新。啊，若无放乙烯吸收器吼，伊叶啊就变黄去吼。我会当变到3个月吼，伊会当嘿，吼，啊，即若佮切开吼，你看有乙烯吸收器的来做还佫好好吼，啊，这若无吼，就黄去了吼。吼啊，头先讲生理变化来做，佫有一寡即个其他的吼，像讲水分一定会降低，颜色来变化吼，啊，糖分会降低，因为呼吸作用，把即个糖分要消耗掉吼，啊，加即个细胞壁吼，但植物细胞有细胞壁吼，细胞壁就是互伊即个。就细胞安尼较稳住嘛吼，啊你若即摆放久吼，伊个细胞壁吼内底迄钙吼，钙会分解，钙会分解，所以会变嫩去吼，会变做较嫩吼，所以咱足侪迄托马豆咯，还是足侪果子吼，一放久会嫩去，迄就是伊细胞壁安尼，迄钙有分解了吼，啊伊会变较果胶，伊个因为有果胶吼，果胶是加即、這个。钙是把果胶这样撑住哈，啊，你若即摆分解了，伊就迄款，伊就会变嫩去哈，啊，酸度会降低哈。喂，有诶物件你看，放较久较无酸去了哈，就是伊诶酸度会变化啊，芳味诶变化啊，甲风味诶变化哈。哦，啊，甲咱讲会发芽哈，发芽哦，像即可能你冰箱有诶嘛是会发芽哈，啊，即马铃薯吼，原来会发芽吼。啊，足侪人讲，马铃薯发芽会食的话，唔卖吼，因为吼，伊这马铃薯若发芽吼，伊这芽点吼，伊发芽的时阵有产生迄个茄碱，
哦，索拉宁，啊，迄茄碱伊就是有迄氰化物 ，CN 迄氰化物，迄就有毒吼、哦。所以，那咱来讲啊，马铃薯发芽了吼，咱就卖食吼，迄、哦、就因为伊迄有一款茄碱的关系。吼、哦、啊，咱知影讲这生理采收了后吼，这蔬菜这品质的变化吼，又营养什么因子来营养吼，温度足重要吼。哦温度你嘛，温度啦，愈悬吼，伊会安怎呼吸会愈紧吼，呼吸会愈紧吼。敢若咱若温燥咯，还是讲伫个较热的所在，咱嘛是会敢若较燥热吼，安尼吼，温度足重要吼。啊，过来就是湿度嘛，足重要。所以讲湿度，你若讲诶，农民有阵采办的啊，放咧远咧吼，哦啊，风吹咯，即个顶头连咪就。冷去了吼，啊！咱湿度保，因即摆较巧的农民话就是讲，用一块单薄甲盖的吼，啊，湿度甲保持，伊就较袂遐紧就冷去吼。啊，空气中的这成分吼，嘛足重要的吼。咱知影空气中咱的氧气吼，有21%，氮气78%吼，二氧化碳则0.03%吼。所以你这大气组成分呐，有甲改变吼，嘛。会影响到伊的迄、那个，叫伊的变化吼。我知影讲有人迄冷藏库去做迄冷藏库冰迄一款冰诶人参吼，嘛诶胡萝卜啊冰真久吼，伊迄内底氧气吼，就一直消耗掉嘛，因为呼吸氧气消耗掉，因为伫内底点火那迄吼拢袂到，因为氧太低了吼，啊。结果吼，迄款人参吼，内底吼就会已经有变化，就会起，就会起点吼，迄就是生理的变缺氧的关系吼，光线嘛有关系吼。你若讲，迄维格勒才变足久的吼，啊，伊的迄叶绿素也会分解吼，光无照光的吼。啊，其他因个啊，商家就是讲有伤着伤吼，参像讲啊，有当即农民地伤咯，啊是迄菜农按种啊足侪吼，啊是讲甲擦伤，啊是无小心吼，咱甲迄去甲有凹着伤吼，咱啊凹着伤吼，就是安那伊个即细胞吼，即植物的细胞就破去咯，对不？破去伊内底细胞，咱知影细胞内底就有细胞液。叫细胞质、细胞液就会流出来。啊，细胞液流出来吼，因为这就是足好的空气中的这细菌吼，上好的啥培养基啊，吼，因为伊这细胞液内底足侪养分、糖分啥拢造出来吼，哦，啊，所以有阵你若有受伤的所在，胃气的所在就开始安呐，开始排吼，哦，有诶烂去啦，啊，有诶就生菇吼，安尼，嗯，所以这就是咱爱注意吼，若要营养。应用这品质的吼，咱就爱注意，就讲啊，即温度、湿度、空气咯，即啊尽量吼，唔通互受伤吼，安尼来许。所以我有阵买回来的菜咯，啥，那有着伤的吼，有拗着啦，还是伤的，我拢先甲捡起来吼，遐先食，啊好的，咱再落去冰吼，才袂遐快歹吼。吼啊，即温度，讲到温度，咱看一个例吼。这玉米吼，咱啊可能在座有人种过番麦吼，番麦你若伫个园内吼，很慢哦，足好食，足甜吼。啊，你若去市场买嘞，去买个迄吼，迄其实已经足无甜咯。啊，根据试验吼，就是讲，这咱来看这糖分的损失吼，交温度足有关系吼。这甜玉米，你若讲伫个这个即抓，就是伊个糖分的损失，伫个30度吼，你话伊。24小时就降差不多60%的糖吼，糖就一定就消耗掉，温度相关。所以你若去迄果菜市场吼，看人个进货时阵，迄玉米的迄所在，你胃啊紧，胃个小滚滚，因为伊安尼呼吸足紧的吼，伊消耗足紧的。所以这就是伊温度愈高，伊降即个迄伊个糖分。降愈低，啊，你若温度愈低，像讲，摄氏0度吼，阿华是32度吼，你话比安24小时伊才降差不多5%了尔吼，所以温度足重要吼。你若讲会当讲尽量会当让温度较低，让伊安那呼吸安那较慢吼，伊的消耗就无遐紧吼，糖分哦就无遐紧吼。啊，这竹笋吼嘛是。诶，上明显的这情形吼，你若
放在25度吼，三天你看伊规个这都足乾咯，足定吼，啊，而且褐化足明显，15度就较好，啊，若5度加零度，伊就加温度加吼，伊会变化加足慢的吼。啊，咱头先就讲了这个空气中的这个组成分，大气组成分哈。接着讲的呼吸作用，你呼吸作用就是爱氧气啊，产生二氧化碳。啊，你准啊讲，把这个二氧化碳浓度甲提高，啊，氧气浓度较降低，所以伊的这个化学变化吼，伊就变作安呐。化学变化伊就较袂，伊向这边较慢，因为这边的作用伊就这个浓度甲降低，啊，这个浓度甲提高吼，伊的这是简单的化学反应，伊就会较慢，对不吼？产物的迄个浓度较高，啊，原料吼浓度较低吼，伊就较慢。所以咱得利用这个原理吼，咱来做这个储藏吼，我那真有帮助吼。就是讲氧气浓度较降低，啊，二氧化碳浓度升高，伊就反应伊就会较慢吼，较慢。哦，啊，接着发展一个吼，做气条储藏，就是。CA 储藏就是控制气体的这个储藏吼，就是把氧气浓度降低，二氧化碳浓度甲提高，吼，啊，这浓度都要精准控制，吼，就是讲啊，我若氧气发现讲3%，啊，咱就一直甲控制3%，那无够，咱就甲叫甲加吼，啊，若伤多就甲。甲减吼，啊二氧化碳，这就是精准控制，这就是参照咱伫美国吼咧储藏迄个苹果吼苹果，因个若无这款技术吼，迄苹果吼，甲煞尾吼拢计安尼变松吼，啊无好食对无？啊后来吼有这款技术吼，这个气条储藏的技术吼，伊个苹果会当储藏九个月吼，九个月吼啊品质阁好，所以大家就参加这个。这款组织吼，所以伊个苹果的唔免讲光讲话，就爱紧出去，无那伤晚出去，品质歹，介绍就无好吼。啊，因为这款技术吼，变作讲我会当把我的这苹果储藏吼，储藏啊品质那个足好吼，啊介绍拢会当足稳定吼，即是有这个发展这个气条储藏的控制气体的这个储藏技术吼。啊，一款吼，这气变储藏，就是讲你这个气体吼，完啦，和这个氧气吼降低，啊，二氧化碳浓度升高，啊，不过浓度无甲精准控制吼，即敢那讲咱包的塑胶炉啊内底嘛是吼，那若放在这塑胶炉啊内底吼，伊这变做安那，塑胶炉啊你若密闭吼，伊这个会当讲内底氧气嘛是一直降低。本来的氧气一直降低，啊，二氧化碳伊家己呼吸的二氧化碳一直升高吼，所以伊这有当啊，甲一个自然的这个平衡吼，伊就原来是会当储藏较久吼，吼，这就是或者气变储藏，啊，不过有诶，若讲伤久吼，也会影响伊的品质。你若讲氧气降啊伤个低吼，伊变无氧呼吸，无氧呼吸就会产生一寡许。较歹的迄个气体味就变味吼，迄就有当会变歹，所以有一边有诶迄农民讲，哦，我要烧竹笋去日本吼，啊伊就甲囥咧二氧化碳内底，哇，变咧氧气无够吼，去到日本拢变酸去吼，迄就是无氧呼吸诶，迄原来袂用诶吼，所以就爱好好控制吼。啊，即气变储藏吼，原来应用足侪吼，咱会我会当举一个例子吼，就是讲。奶鸡对不？奶鸡就是恁知影杨贵妃讲就爱食奶鸡吼，啊，迄阵奶鸡拢伫咧生产，伫咧较南方嘛吼，南方生产的，啊，结果就是讲你若要运去迄个京城的时阵吼，要安怎运吼？啊，迄阵咱的老祖宗嘛足聪明的哦吼，因安怎因家迄咱南方就足侪迄个竹啊吼，竹啊竹公啊吼，因就迄竹公啊吼，啊甲一扎一扎吼，啊迄个。奶鸡吼，全咧甲下竹竿啊内底吼，啊顶头才盖迄个奶鸡肉嘛。啊，这种的其实吼，伊嘛唔知影啥物原因，而且运到京城的时阵，这奶鸡还阁足新鲜，无变乌去，还阁足好食吼。啊，这就是其实就是一款气变储藏啦，因为咱的竹竿啊吼，
咱个竹竿啊内底其实嘛是足侪许吓，伊迄足侪竹啊迄组织细胞嘛是足侪许迄个孔隙吼，啊伊嘛是互即、這个咱个气体在伫嘛咧交换吼，啊所以伊内底即个竹竿啊内底即个氧气吼是有较低，啊二氧化碳啊慢慢增。增加吼，啊，佮加上伊个即个，咱个迄竹竿啊，来竹啊，迄个，迄个有咧调节吼，啊，伊个迄看迄个奶汁吼，有甲湿度佮保持好好，所以安尼伊个奶汁在当讲安尼保存啊真好，小家诶，摕到迄个杨贵妃那边那样吼，这是一个故事吼，这就是讲奶汁，啊，其实咱个祖宗迄阵。因知影这技术啊，因嘛唔知讲这啥物原理吼，啊，所以因迄阵就是不知其所以然啦，哈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，哈，这就是一个例子哈。啊，这个氧气呐较低吼，伊就较袂氧化吼，这是一个试验，我的试验吼，就是讲咱竹笋吼，我即摆是干咧切咧切面的尔，你啊十度吼，伊的这个伊的氧化的较慢吼，啊二十度氧化较紧。啊，这氧气吼，你若愈高吼，伊个氧化、褐化就愈紧了吼。啊，那这个氧气参与三吼，伊就真好了，较好了。啊，氧气一拍的时阵吼，哦，伊就较加足白。啊，那拢无氧气吼，哦，就伊就无氧化吼。啊，不过吼，你就知影哦，这个那氧气上低，咱讲会安那无氧呼吸，伊就变弊歹去吼。所以每一种的这个作物，你若要做气条吼，我来就爱去研究看，伊是伊的忍受的氧气是浓度偌低吼。竹笋吼，我是感觉讲，哪甲三吼上低咯，唔通佮甲一吼，一拍的时阵吼，伊就变做会无氧呼吸吼。啊，所以后来我找到就是讲，这个3% 的氧吼上拄好吼。啊，所以我有做着这个。迄、结论就是讲，3%的这个氧气吼，啊加5%的二氧化碳吼，安尼你若踮咧10度吼，放10天吼，这个来保鲜吼，啊佫品质真好吼，啊10度吼，你嘛省足侪电费吼，啊这安尼你若咧运输也真方便，啊不过这是得爱较技术啦吼。吼啊这青花菜嘛是，我看咱买回去青花菜真紧就会安尼。唔会，啊，伊嘛是足容易迄款迄个，很容易迄款氧化安尼吼。啊，你若讲哦，1%的氧气吼，啊6%的二氧化碳，你看二十多放4天，伊两个差异足大个吼。这就是讲，咱会当控制即个空气中的气体的比例吼，把氧气降低，二氧化碳升高吼，伊即原来有法度保鲜吼。啊，这就是讲。咱就爱避免压伤吼，你若参与伊这荷兰运到各地的那个番茄吼，你看伊这避免伊安直接甲压伤吼，所以因拢有用这个咧夹啊甲夹起来吼。啊，头先咱讲温度是足重要的这因素吼，所以你若一旦讲甲这咱办起来，尤其。咱农民卖起来蔬菜咯，还是遮果子吼，会当先经甲降温，先经降温就是讲甲伊个呼吸作用降低吼。啊，啥物做移冷吼？移冷就是讲咱会当在真紧的时间内吼，几分钟还是几小时吼，甲即个伊个田间，立体波动咱即马伫园内咧拍有田间都有烧气，啊，甲伊呼吸个烧气更加降落来吼。安尼伊就会当讲，互品质吼较好，啊甲。减少冷冻气的负荷，你若讲随时甲塞落去迄个冷冻库吼，啊，因为咱咧冷冻库迄冷冻机咧拍吼，啊，冷风咧走，敢若走外口对无吼？啊，内底吼，内底冷气较无容易入去吼，所以足侪农民讲啊，我菜吼，那放冷冻库原来是冰冰的，内底原来是歹去，为什么？因为咱冷风吼伫。一定走较无阻力的所在咧走，吼，啊你内底吼，规人才内底，伊个冷风较无容易入去吼，所以内底的这个呼吸的烧气吼，往那个白地内底，白地内底吼，所以伊就足容易安怎，跟那个阻塞的吼，对胃内底排去吼，所以若有安尼做吼，伊就较袂排去。吼啊，伊另有几落款方法吼，一旦用冰水，还是用风啊。
啊是用亚差院，咱会来继续讲哈。这个以这就是讲吼，你用什么方法的看你是什么蔬菜还是什么果子哈，有适合伊的这个。你若讲哦，你把草莓放落去冰水的吼，哇，都袂用的吼。啊，那这小菜类是会用的吼。啊，甲设备的介绍。有的设备足贵的，啊，有的设备较俗吼，所以咱就爱选择吼。啊，那即个普通即款就冰水吼，对，像讲公高的即个蔬菜吼，农民安尼来做是真方便。啊，伊即设备也较俗吼，伊有做一个冰水的即个桶吼，啊，然后安尼冰落去冰水甲伊全菜规个甲吊，放落去差不多10分至20分吼，啊，伊冷水拢会当入去吼，伊个热。热交换较紧吼，所以伊真紧吼，内底外口吼拢计迄个冰有头啦吼，冰有头啊，伊冷了后，伊再甲摕去冷藏库吼，安尼就较好吼，菜较好。啊嘛用用这个淋浴式的，用安尼强的吼，你若菜放咧去内底啊，用伊这冰水强落来，啊这伊这水再去甲回收吼。过滤回收啊，再个循环利用吼，这是较环保吼。啊，这有这压差育人，压差育人就是讲吼，利用这压力差，只有三个风扇唔切吼。啊，咱把这个物件放咧只吼，这抽风了后，伊内底变低压，啊，外面高压，伊冷风就会塞落去内底。吼，啊，这是一款，这是一个浪费吼。因原伊家这菜原来用，唔过这菜方向就爱安尼吼，啊，伊这冷风。伊即摆要砍迄个布，伊迄个布砍落来吼，啊，伊即抽就会当降温真紧吼。啊，嘛用个用即，即是较小规模吼，较细就是讲，伊即一个迄个壳啊、柜啊吼，啊，你即放咧只，啊，伊顶头抽风，啊，伊当好当迄个，伊会当连风位置安切落来吼。啊，即个压差育人吼，伊就是讲，伊即设备较贵淡薄吼，啊，毋过伊较袂去。擘着水，吼，有诶讲擘着水，吼，擘着水，因为太受伤，太受伤，原来是较快歹。啊，有诶物件吼，你若相信较无受伤吼，伊就继续会放诶吼。啊，普通啊，得爱冷偌久吼，就是讲你普通差不多半冷期吼，差不多咱本来是25度诶，即个物件吼，啊，若降啊差不多12度吼，即就是伊诶半冷期吼，普通。降啊，差不多半冷期的3倍哈，7%冷期，安尼就是，差不多讲啊，咱降啊，差不多3度、4度哈，安尼就是会用的了哈。啊，接着这真空育人，真空育人哈，这是设备较贵，啊，不过效果上好哈。伊就是像咱常常讲，就啊鞋啊菜哈，咱要即摆销日本，啊是讲咱即摆美国的这个西部。生产的芽菜要销去东部吼，因就是用真空育冷。啊，真空育冷的原理就是讲，像咱知影讲，咱咧煮饭吼，你若讲伫个山顶煮饭，安怎较袂熟，对无？是因为安怎？因为气压较低，气压较低吼，伊这迄个沸点吼，要到100度，伊就安怎？伊就滚起来了，就气化了吼。啊，真空育冷是伊甲抽真空吼。啊，温度阁低吼，所以伊真紧吼，伊个着甲沸点伊着蒸散啊，所以这叶啊面的这水吼，伊着真紧着抽去吼，啊抽去了吼，伊温度着降落来了吼，因为温度降了，所以伊个速度足紧，5分钟伊着降温了吼，啊，所以咱即摆销日本，咱台湾像用销日本的这芽菜吼，因日本冬天较无芽菜吼，因就为台湾销去吼，伊拢用真空育冷，啊真空育冷啊，效果阁紧啊，品质会保持真好吼。啊，即号说碎冰育冷，就是讲一层冰一层叫，即款就较唔惊水会再用的吼，像用竹笋咯，啊是迄芹菜吼，有人用安尼吼。啊，即迄个咱来讲少量迄款迄个番麦吼，番麦原来会当用即款碎冰，迄个六分的冰啊，4分的即个水吼，安尼啊，伊就会当降温足紧的吼。啊，咱宜冷的物件吼，咱嘛着爱继续互伊当个较低温，唔通讲迄个搁好温度搁回起来就无效了吼，着爱。所以低温输送
品质再好，吼、哦，即有迄个临床甲无临床的，即那无临床吼，伊就会生菇，即灰霉病吼。啊，咱一般即个小菜类吼，咱采收了就是爱预冷吼，啊包装啊再储藏，摕去市场啊，就爱做品牌行销吼。哦，所以即农民你看，伊当面远的伊就拿采收吼，咱像台湾。就啊，小菜哩，足侪用设施捡吼，啊，伊就拿包装吼，拿包装啊，再啊，包装要采收进行，就爱做迄个农药残留测定吼，哦，啊，再用这个小包装吼，啊，像用苦瓜哦，这类吼，足惊受伤、磕伤吼，所以就用安尼包装吼，啊，咱就是要注意，就是讲，咱要储藏吼，有一寡。蔬菜当然是温度较低，啊湿度较高，伊就较好吼，伊会保持伊的品质较好。啊，不过就爱注意哦，有诶就会寒害就是啥，咱讲感冒啦吼，感冒伊诶细胞膜就破坏掉吼。对，啊所以参像遮硬菜咯、咸菜、番薯叶、红红菜、高站塔、龙须菜、菜瓜脯啊。啊，金龟吼，即就拢真容易寒害吼。啊，若即寒人生产的菜，即冬蚵咯，即种的就袂吼，温度高就较少，啊，若温度低就较。啊，即是迄、那个硬菜吼，硬菜若温度低伊就会寒害。即是番薯叶吼，番薯叶十度就袂，啊，若即个零度就寒害吼。啊，即寒人生产的。包心杯就吼，原来是给温袂要紧吼，啊，若有乙烯吸收剂，伊就较轻吼，就吼啊，这就是讲，咱就爱有这品牌吼，才是讲伊的分级分得好吼，安尼吼啊，这即卖就有一寡迄基因谱的拢有打，安尼表示讲伊这足安全的吼，啊，这是迄介绍一寡吼，咱这个一寡小菜类这。冬天的这菜类吼，会当讲较低温吼，啊湿度爱高，啊较耐储藏。啊，若这夏天的这蔬菜吼，袂用咧上温度上低会寒害吼，所以就温度较高。啊，容易寒害的这蔬菜甲果子吼，咱放有一寡在许，予大家参考吼，像芦笋啊、洛梨吼，这拢会寒害吼，金蕉吼。即若有时间，大家再看吼，即就是啊，参与遮小菜类，高站塔咯、番薯叶吼，即会寒害，心拢会变乌吼。啊，那你买回来菜有几落款的，足侪吼，啊，咱就甲分吼，会寒害的吼，就爱甲分出来吼，另外放喺温度较悬的吼，啊，无就用迄塑胶布还是啥，甲盖起来，较袂寒害吼。啊，你普通咱。厝的这金蕉啦吼，即摆有当买倒来，啊金蕉较侪着，有当你若讲热人，真紧着变结实吼。啊，你会当用一个较简单的这保鲜方法，就是讲你甲金蕉会当规皮吼，啊是讲加一条落来，啊用迄咱迄厨房的纸巾吼，厨房纸巾，因为用迄包起来，纸巾啊是讲迄个棉布吼。因为用报纸吼，因为报纸较有迄油墨较无好吼，咱用纸巾还是用迄棉布包起来吼，安尼伊就是讲，你呼吸产生的水分也当甲吸起来吼，啊，然后再甲几条啊甲包起来，加包几层啊，敢若讲加甲穿较侪领衫吼，较袂遐冷，则袂好感冒吼，安尼啊再甲迄会当几条啊，你若讲啊咱。即摆两个人啊，两条一包吼，啊安尼，若要食的时阵，摕两条起来，啊会当放咧冰箱较下骹吼，迄个就较袂温度遐低着吼，因为伊较好诶温度是12度啦吼，啊咱冰箱即摆普通无法度讲控制遐好诶温度，所以就爱会当甲用较包较穿较侪衫诶吼，安尼啊放咧会当保持差不多7到10天吼。哦，这是伫遮我做的，对吼，这用咧放差不多10天吼，用安尼也用，啊用一条加许10天的情形，啊那16天可能已经就较结实了吼。啊，这苦瓜吼，苦瓜这话就是讲有一寡现象吼，那寒害就是有安尼凹陷的现象，好。
啊，最后就是讲，咱若要采收这个蔬菜还是果子吼，都爱成熟度吼拄好，因为你伤青慢吼，伊的成分就较无遐好吼，啊，伤熟吼就可能原来较袂甜的吼。啊，减少伤害，就是讲你好咧啊，甲摕吼，因为你看有迄包装顶的这迄工人吼，有当无迄观念，有当包好伊就用安削啊，用安尼弹吼，啊，其实迄拢甲这个蔬菜果子拢受伤吼，咱尽量会减少伊的伤害吼，啊，会当做降温吼，会当尽量降温，温度、湿度拢甲管理好，啊，这个气体吼，会当注意互伊。较好诶，有当用塑胶袋啊包啦，还是讲用迄、那个适当诶包装材料吼，啊会当然后以稀释做剂吼，会当来用吼，啊适当诶包装啊来低温输送吼，安尼那有注意者吼，咱诶即蔬菜果子就会当保鲜吼，就是安尼吼。好，谢谢。